你的路人嘛？非常感谢今日有这个福运来参加今日这个会，因为今日咱的会长啊，甲咱这各乡的党组长做是委员，带领看到今日天祥咱的中华天祥圣母的这个联谊会，会做这会员，当然非常的成功，尤其所有咱家己带起来家己的人真团结真合作。